这次真的烂的要命呢、欸，很强啊！看这理心什么的，我理心太神了，理心已经崩掉了啦，哈哈，理心已经崩掉了。哎、欸，龙女上路是要蛮强的耶，我觉得很强哎，我在练，我直接玩装攻啊。你不是五路接神，我直接玩龙女装攻啊。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那这样子，谁玩 AD？我可以 AD 啊，小鸡鸡啊！不要你 AD 那么烂 ，AD 啊，给我 AD 啊！我跟赶紧给个神搭配啊，绝对是虐菜啊！好，那好，OK 啊，Garena 也是个好公司啊，为怎么说？请力争来主持啊！啊，石头人上路，石头人气难屌压哎。我怕他利益而已。五十人要不要玩个不一样的角色？每次都乐几只。你懂我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害我们好不好？什么害你们？你干脆统神，来一只角色不神。我 support 你吗，统神？要不要？那赶紧 support。啊？你中路啊？我中路，哦，有 support 了，那我中路。你是先中路啊？哦，这张没有伊泽瑞，伊泽瑞被对面选走，哦、也没有葛雷夫，我想玩葛雷夫。伊泽瑞那么烂，我伊泽瑞烂，哇操！你要不要脸啊、哎、你玩那个啊，TFAD 啊，也是各种黄牌神猛啊。我早上看你玩那个什么，那个伊泽瑞打韩服，还好啊。我觉得 support 没有跟他。这个 final 也不用播啦，就镜头就照力争就好啦。也是啊。你是统神 AD 真的没你们说这么烂啊？用什么比赛啊？各种 A 到歪头啊！说真的、啊，我觉得统神 AD 真的没。哦，点加到 cosplay 哦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有可能。他们送橘子哎、欸，有个夸张的。橘子、啊？送橘子，小太西。操哎、欸！他射橘子。我看两个是人才。这样也可以，不是这样也是人才哎、欸。性不性感？哪里性感？性不性感？但没人说话。操嘞！谁在那边鬼叫？杰哥。哎，等一下，比赛好像要改哦。要改什么啦？会等一下会先那个啊，台港澳。那个韩国人作弊哦，假装台风。飞机也飞不到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比较慢一点而已，那就先比那个啊，反正我没差，我等雨小一点，我要去4点吃饭呢、啊。你不看那个台港澳、哦、？GPS 你不看？队长各种神奇 carry， 你哎，觉得 TBA 什么时候解散啊？明天就宣布解散哦，不然就找了什么？那你发橘子要干嘛 ？NA 力什么的，补血啊。发橘子塞到土神嘴巴里面哦，拜拜哦！一二三，谁在那边耍娘炮鬼叫？受不了，好烦呢、欸！一二三过了没？哦，怎么会那个？我已经会那个哎。Dennis 怎么了？蒂恩尔耍白痴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很久没看到 Dennis 哎、欸，他是谁啊？就一个人啊。广播节目的吧？他、啊、为什么不找统神上去？那是 OSU， 统神你请得起？统神，哎、哦欸，我都我怎么那个哎？欸定时通 CPU 又飙100了啦，又油薄、哦，那个真的都会这样。哦、好烦的，我想说怎么那么 lag， 快受不了。我跟你说多少次了、啊，打路就关掉定时通，他的定时通来打是白痴哦。想说怎么 CPU 100%，我靠，开外挂哦。定时通真的做的破烂的，不是我在胡烂。在传送哎、欸，
现场乐观众根本不屌 Dallas 哦。哎，你知道这种什么 Dallas？ 你他以为在主持人啊？哇！你都代理是谁？就是主持人啊，这边哇哇哇叫的那个，可是收音问题吧？我们之前也有活动也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台下观众的声音收不太大。真的、啊，小巨蛋的场地其实是无奈啊，因为下面的位置其实很少。你看那个观众更没有要屌，根本没有在动，没有要屌他的意思哦，一直一二三一二三。你就去拿个一加一的公仔，那统神去放个一二三啊 ，One Two， 哎，很久没播嘞。你都一二三，播个 One Two Three 呀，那个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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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那个啊。啥子啊？哦，一直打错。这 CNG 也很久没播了，啊，很怀念啊。哎，对面一泽润 ID 是什么、啊？是什么 ？Best 什么的 ？Best 叉嘞？是不是？啥话就是那个听不懂。啊，我龙女神 carry 啊！啊，有嘴怕啊！我开了，你加一下。什么东西 ？OSU 的。好，来。哎，开始了。来不及吧？要开始。开始了。不要玩了。来不及吧，我现在来不及。先加一下，等等就可以直接来了。我先找歌啊。找什么？就找一二三。哎，开始啊！不要找来，一开始啊，开始。哎，同学，你什么时候玩乐题目？别要再鬼叫了，你们一人一句，我要讲什么？我不讲。不要不要，再开一个。盖比，还是不用开，还是盖比这样就好。他是什么啊？盖比啊。我要不要再另外开一个、啊？我就跟他改一个，后面靠他 carry 就好啦。我他妈被你有啊！我就是想啊，你这里插只眼就好了。你要先往这里冲，然后看他们开 buff 就好。反正我们有机器人，他们敢跟我们打一等，我们就让对面爽歪歪。不要用脸探哦。很好啊。好啦，那个谁先冲？龙女要不要？好、哦，被 Q 了。走啊，不要怕。娜娜已经在这里啊。什么？真的？好，我们好烂哦。放个眼。不要怕，来，跟我来。放个眼就退吧。对。60的，这60的。OK。不要吧。走。要被 Q 到外头啦。不要怕，来跟我再来一次。好，他们应该是常开啊，他们一定还在这里。你要再来一次，不要拔那个，那是60秒的眼，你还拔？一样有钱啊，不要怕、啊。只有15块而已啊，那个钱比较少、啊，还8块而已。我记得15秒的眼只有8块而已，60秒眼只有8块。我有60秒的眼啊，不要怕、啊，他们红区已经被我们占领了、啊。没搞，哎、欸，那个回家了。啊，我觉得正常。完蛋。干嘛、啊？哦，你干嘛、啊？改哥，怎么要爆冲了？哎、欸，拉一下！哎、欸，那个，哎、欸，那个自己吃啊，自己吃蓝，我们来弄个，我中掉了。他们怎么了？他们要，哎、欸，快点啊！啊，抓不到，抓到了！哎、欸，走！欸、他们红旗好多眼哦，刚才跟你差了几只啊？是，刚才跟你是吧？是啊，你刚才根本就是神啊！哎、欸，你自己撑一下。小云哥根本就是队长啊！真的、啊，不知道什么台湾队长了，宇宙队长都来了。太神啦！聊天室各种吹捧。这小云哥一看是精英等级的啊！前精英都没说话了，你在嘴炮？对。哇，真打没血了！我感觉我要死了。不吧。我要先后面，我要先后面吸个血啊！你等一下、啊。点个兵，点个兵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要来一个屌拉吗？屌，你才半血。哦，你又送针吗？对我没伤害耶。欸、小心乌迪尔上去哦，这个时间。哇！哇！
血量拉回来。蝴蝶在这，蝴蝶在这。OK。蝴蝶在哪里啊？再点一下。他刚刚在，刚刚在这里。可能那是装。啊，我秀了，我秀完了，差不多可以打了。我秀了。哎，他等他练二十哦，他练五点哦，啊，刚刚神来，欸，好猛哦！哦，我死了，你要死了！啊，不行，被虚弱哦！五点来这里，回来，五点来这里了，什么神啦？哦，信头啦，宝贝，红 buff 上了，信头 double kill， 你怎么有红艾苏？哎，这 buff 转移速啊，你不懂啊！他要维持了 buff 更久的时间，就先送别人再杀回来了，心理解了。啊！哎，你为什么不带 TP 啊？你玩系的感觉带 TP 比较强。你知道啊？我带点燃，等下我单杀对面，你就会吹跑吧？哎呦！然后尾鱼又被压爆了。可以看一下 CS 好不好，哥哥？我是因为没有魔啊，我刚必须击掉他。我应该在红帐出来前，本来就杀不到人了。我知道龙刀。石头人尾兵也有点难哎。看他尾兵也尾得很辛苦。哦，又 Q 哦。你可以引到吗？啊，他用影分身，能不能？我来了，抓！上路要死啊！上路要死了吗？上路，上路，上路，上路有点神，上路！还是死，看到一次，好猛哦！吹捧哦，小鸡鸡，小鸡鸡就是神啊！啊，你在节目说我在打哎、欸！啊，你怎么解释？我哪有说你？我是说我一个朋友啊。哦，我也说我一个台湾的朋友很戳哎、欸。什么逆转裁判哦？哎、欸，我也有说一个我战队机缘的朋友。啊，不知道是谁呢？这个我也不知道是谁啊，只是这个有点胖胖的。听说之前还说什么投给人当球踢、欸。要是我刚刚不打，要是我刚刚不打，点都杀不到了。Wanna see a hat trick？ 啊，这波先等他们进塔啦，我等先龙一下。我先回家，等下 buff 要出。又截五等啊，消失了，中路消失。回来了，那截六等了。我刚才被 Q 死了。操，这死人！哦，我有点想回家嘞。要回家？应该还可以。回家型玩家。啊，会不会再上路了？对，他们中路，他们中路回家了。他们应该不中。啊 ，OK，、哦、看到我，看到我是赢了。哦，太慢了。啊，炮兵没毒死，有点。啊 ，S 按，来，啊，不行了，这波吃完要回家，不然稳死的。我是怕左边有人打，一直有脚丫哦。然后我们弄下路啊，他们追。我靠他！这里应该有眼吧？这你们先开战，先把他打到。好，上来喽。小白系来，虚弱，赶紧拉，这个拉得到，这个已经拉得到，可以直接拉了。真狗在这里啊，没这么快下不去了，看起来。不让投哦，
让给你干嘛？我们在 carry 呀、啊，你就给礼貌哥 carry 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你先冲啊！我觉得有杰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还有大，我还有大，他敢来就杀爆他。哦，他一点行，一点真狗还在上面。哎、欸，中路领，中路领，中路领。是啊，那应该是中路吧？我怕是我红。对，有可能啊。中路可以来，乌迪尔啊，乌迪尔在上面。感觉我一下被单杀了，我家被单杀了。哎、欸，维克的这个体质也不错啊，我感觉他维克、那個、他有一个库正还可以说好，没有没有说很好啊。我感觉打维克啊特别硬哎、欸，你不觉得吗？维克的都出大面具啊冰杖啊，所以他觉得硬吧。喂 ，BBQ。Second，Second，Second， 这样秒不掉哎、欸，然后出个探索者护腕，尾鱼又在送了，送蓝。等一下，那个蓝是乌迪尔啦，乌迪尔本来就蓝啦、啊，又带理由了。哎、欸，下路不见，下路不见。尾鱼的维克特的装武后期会换掉、欸。下路不见了，他们要不要吃小龙啊？两、啊、个在吃小龙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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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维克特装武不能贩卖啊，所以我不能贩卖哦。对啊，维克特魔。三五魔方，好、哦、来来来，那加很多是不是？三十五，大概九，叠满是九十九啊，叠满加九十九魔方。第二不见你小心、啊，也是蛮多的。哎、欸，下路过去了，后面绕过来，有两只。来来来来，哎，石痕，石痕，啊，那索纳竟然还没有六，我有 TP 啊，我以为他大了。有石痕有 TP 哦，你们小心被刚哦。他可能会传那个草丛。中路越灵啊、哦！小心杀！对，中路我没到，打！哦，感应哥哥龙神啦！啊，中啊血死了！然后不要说脏话、啊，我们有礼貌点啊！对，中路灵啊、哦！啊，这边有个石人，快跑、哦！一批妹，快跑快跑！哎、欸，雾点带着雾点带着雾点带着，我帮你中，我帮你中。那我大点、欸。去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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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。这里哦，你死定了。哦。哎、欸，雾点雾点雾点带着。好猛哦，感应哥。哎、欸，这边这边帮他帮他。来来来来来来。那个石头在那里，石头在那里。他死定了，他躲在这个树里面。哎、欸欸，他从上面里面啊？你怎么不从上面包、欸？我从上面，我从上面啊，没看到啊。他闪现了，没有，他闪现用掉啊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是从上面来的、啊。他，好，他开外挂哦。啊、怎么想？他开大逃命啊？对啦，他好大啦。哦，他大嘴逃命。他开大逃命啊？可以吃用吧？算了，不。尾鱼，赶快推推啊！来来来，一个镭射的推推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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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先打龙，你先打龙。我下到这里推非常的快，可我马上就过去了。好，我来我来。哎、欸，来来来来来，哎、欸，你先打龙，先打龙，不要管他。干那个，他们人都不在。阿塞，干啊！哦，好烂哦，真狗。怎么这么烂？这怎么回事？怎么搞的哦？感觉我应该早点去的，奇怪怎么吃那么慢？这没什么好玩啊，怎么吃那么慢？哦，我应该早点去的。啊，这我能怎么样？这真狗辣妹，哈塞！啊，要不要抱抱？嘿，有嘴炮。没有嘴炮啊，这空是你是没中到吗？还是有中到？只是失误。中到。中到啊，有中到失误啊。剩一球隔血，剩下一点点，不到五十滴。哎，你不要理由博了，中不到中不到，什么五十滴什么的。五十滴也出得出来，看得出来哦。啊，因为我在那个最后中的时候，还有看到血量啊。我也是啊。有一点点啊，没有、啊、这个中几。东海不在，小红包哦。东海也会发帅的，东海也会发帅的，林一杰很猛的，也才几次而已。东海是吧？不要嘴炮，过来。重级小龙没吃到没关系啊，八龙这个就不
对，这是我们的，我们的有道理，我们的嘉航，嘉航是。那是我跟一个那个战队积分的朋友一起打。对啊，这个。哎、欸，乌迪尔来哎、欸！哎哎哎！看起来杰也过去了，你看起来要 BBQ， 我去我的，下路有，下路还没来，下路还没来哦。哦，救不了啊！我没有大、啊，过去也杀不到。哦，你都看到这不过来的，下路退，就已经过去了、啊。我不下也不过去了。算了。你在那边一直晃，一直晃，晃了那么久，乌迪尔这边都放眼了，你还在那边晃？哎、欸，是个蓝、哦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 Sasuke 的，干嘛？哎，你错，然后又怪到 Sasuke。没啊 ，Sasuke 是炸没的意思啊。没看 Sasuke 理性多么强吗？你石头人传下来，我都没讲，我都没讲话了。我操，他带传送，难道不传过来哦？那个时候我帮你要 gank 商务，然后你不进草丛，他在草丛传，你如果看到不就摔了？双倍大一定杀不到呗。啊，你可以摔他，不就断 TP 了？哦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，不能打。他传的时候我回家了，会不会太痛啊？哦，咦，为什么那么肥？我真的不想跟你屁话了，不看地图了。登陆顶。啊，我不小心吸个血，大概2000块啊。瑞伊德不出三项哎，不出三项也打爆啊。是啊，哥还没挂全是。他不那石头人，烧死哎！石头人烧死哎！开个大哦！乌铁在这，乌铁在这。啊，那、啊、他回来。不行啊，我们二打二绝对打不赢啊！我帮你。哎、欸，你要先开，因为他们那边有眼。这边有敌人，也不能先开。乌铁刚绕到这边了、啊，不要去。没有可能在下路，龙女你要直接来守塔哦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拉我水，我来不及啦！我来，我来，我刚 OM 啊！我现在过来，直接拉一个，拉一个，直接拉一个，这么多，怎么拉？蝴蝶，蝴蝶在后面，又来啦！来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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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就对啦！哎、欸，你刚抵到死啊！你啊、哎，你好猛哦！你怎么杀死一滴的？好、哦、简单，简单，简单。哦，哎、欸、那个杰哥刚刚走过来了。怕他过来，我们就一起干了。好了，赶、欸、快先推下路啊！我跟后面，我跟到你后面，你等我一下，不要等一下就来不及。不会，干那个杰哥过来也是 ATM， 我就 A， 你蹲下，蹲下，蹲下啊！你啊，那赶快推，赶快推。干那个杰哥过来，我就是送他。哎、欸，还没过来。哎、欸，中路守下，我们推下。我们快点，我们推快点，推快点，他们还有5秒，一定可以推掉。我手中。你该不会被杀吧？我不会被杀、啊，我怎么可能？龙女会被杰哥杀掉？我满血。你开技能，对，开他。我来，我好。刷一下币，刷一下币，刷一下币。哦，我不想弹打。有他，我都快点掉了。哦，我没有回家、啊，我还差200块钱出暴风大，300块钱出暴风大剑了、啊。我一定要弄到暴风大剑再回啊。他赶快去吃的那个、啊。维克到后期给他700魔攻也秒不到反，这个人又带喇叭了。你们知道维克的爆发力多强啊？吹捧维克特哦，尾鱼，你在吹捧维克特还是吹捧你自己？这句话是你之前说的，你之前说我觉得杰斯爆，你觉得维克的爆发力比杰斯还强？那统神对面哪一只爆发力也超强？上路啊，杀一下。上路哦。我要买神装。对啦，你们两个杀，你们两个杀。杀不死哦，怎么会？我球都，我头都给你当球踢啊！哦，拿着也杀不死呢。啊，杀不死就算了。嗯，那石头人我没出兵，竟然打不赢。哇，好痛哦！现在我就打赢。准备摸一下。没血。啊，中路顶一下，我差100块。我要不要要开战啊？我过来开战。欸、小龙要出了，一五。哎、欸，差不多嘞、欸。我下。哎、欸，小龙啊，下来了。多久？再5秒啊！哎、欸，出啦！出啦！我下来了。哎呀，你吃死鬼啊！啊你玩江狗不计时间就算了。等会又下 sky 了。不要再喷了啊！没事啊，没事。没有喷了。没有眼，这边我这边有眼。
两个人不要哦，我扔，你们只有两个人啊。不要怕，他们的位置比我们差太多了。二哥好猛哦！不位置，死哦！啊，等等，石头人！这 TP OP 哎！啊，靠那个啊！哦，一节一个跑前步，可以啊，可以上啊，相信我可以上啊。有点难哎、欸。可以吗？有点难啊，对面。突然 Q 一下，我就给人风筝爆了。不要，可以啊，不稳的，我们吃小龙。来个拉点，这样我们多亏一个人我们二换三呢。那个，他们还要吃哇，一滴血也要吃对面是谁啊？今天二了，快！当我们家里没大人哦。哎呦，好准哦！我不行了。啊，对面没在，下一个，再一个。怎么一下子就不行哦？不要他们吃龙啊！怎么都可以掉，龙不能掉啊！这一滴还在那边，找回身走路。你 AD 怎么也不来哦？我这一滴血怎么过去了？好快！弥补沙斯盖，把它弄掉。沙斯盖要弥补了。不要这样过去送头啊！手术。我这一滴血怎么过去了？我已经想要 AD 卖掉。我们个人就下水饺啊。啊，没有，你知道我们刚刚看着好像亏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多吃两个，我们保住了小龙啊。谁知道 AD 给一直刷、直接吃小龙啊！他们都回家啦，硬杀掉三。还要去哪里？还要去你要有那个大，赶快吃，你中路赶快推一推，赶快来吃小龙哦。他们都回家喽，这个两个头换一只小龙也是赚啊。你不要整个亏过去啊。那就好，再杀死盖。你确定换得到？可以啦，除非要再杀死盖一次。对啊，不会了。对啊，这边都不来了。嗯。啊，把小龙吃掉走人了。不要。中路给我、啊，你那个龙女有空就刷一下下路啊，或者是那个尾鱼有空刷一下下路啊。我中路推他、啊，各种神推啊。我跟感应哥撑中啊，然后就我们现在下路毕竟是推的，我们要不要来推一下中？对呀、啊，就感觉那石头人阴阴的、欸，那应该过来了。我输日轮。那石头会不会传中路直接撞起来？哦，干！上路死，怎么又挂啦？他两个大绝掉下来可以不死哦。不是说你带铁人要 carry 哦？你好烦欸，两个大绝掉下来是什么人可以不死啊？也是啊，那个杰的爆发力也真别说了。你不是慢跑博吗？杰装备烂得跟屎一样，才一个、那个、根本都没大。中路开，应该就应该中路开一波的。退，你退啊！龙女。来打！说有野。一者我干掉一者，我干掉一者。挡一下，你要帮我挡一下。这 TP 好不好？啊，龙女，打死这个臭乌龟啊！臭乌龟。你已经都被石头人缓到没有攻速哦。哦，不行啊，这石头人太硬啦、啊，这物防207，我 A 他跟抓背一样啊。他又还你攻速，又有那个，受不了、哦。啊！小星星好猛哦！哇！就刚刚还是我烂，刚刚还不是扫你我们才输。他两招大狙掉下来。不，其实我没有预料到石头有大，我看他在上路就想开，然后他有 TP 啊，我忘了。哎，有大，为什么小鸡就会死？对啊。不，他没有大，他说我有大，他有 TP 啊。他 TP 而已，你骗谁有石头人到？你别说他 TP 而已，他一个那个石头立在那里，我根本 A 不痛啊。你 CS 也太少了吧？那手拿二了。还说有人说 CS 是什么随便洗一洗哦。CS 浮云啊，怎么又浮云 ？CS 差两只下药，他像地下地王一样去洗衣服，倒盔甲也对啊。
不是啊，那个刚刚我说 BB 那个吃兵很多，他那边说洗一洗就有了，什么 CS 不算什么，就先自己。他是 AD 没那么 AD 又没有三郎。也是啊，也不能不能一直洗哦，只是那尾兵有点贫弱、哦。来，这要说统神啊！好，不嘴炮啊，看他开靠后期还要靠他 carry 哦。统神好，好久没有看你出那个什么收封剑哦。要不要收一下？你要收去哪里啊？什么收去哪里？他有东西魔剑了，你被 A 到歪头、哦。不知道，我先我存720。伊泽现在就是神了。收封剑哦，我出坦，我去挡伊泽。等一下，我在洗一波，我要回家，我在洗一波，我要回家。都不见，杰来找我聊天了。啊，我直接回家好了。看来不行，都黑的。啊，那血很肥。小龙的时间，这烈火战车还要72秒才洗地完成。什么烈火战车？你不要又出那个火斗哦。阿米杰开始分推了，你早要分推了，帮我拿个蓝啊，上路就给他推爆了耶。你在你右边啊？啊一分小龙哦，我比赛又快要开始了，快要推了，这波直接下，我都拿我的头，开我的八龙眼。在一分钟，小龙。哎，中路小心，中路小心，他们感觉要压。中路要压，心急的小心。他们集结了，他们集结了。不集合吧？我觉得那石头一点想干我的感觉。要不然嘞？他一天都往你脸上撞啊！他跟那个杰哥，你看杰哥那个凶狠的样子。哎，30秒小龙哦。啥？两只。他们全部抓你，看改云哥啊，神拉一个啊！对，我觉得我们不让对面开啊，让对面开我们稳住啊！真的、啊，不要我们先开啊！我拉石头人也不是办法、啊，就可以啊，随便拉一个啊！什么拉石头随便拉就好了。是拉石头人啊！哎、欸，小龙要出了，你不管拉不拉石头人，哎、欸，我们这里没有眼是怎么回事啊？要 PPQ 了，开了，拜拆了，我走。你不管拉不拉石头人还是会飞过来啊！先飞还是后飞？要开二十人船，我记得。哎，我往小龙移动，往小龙移动。小龙也是钱啊，1000块1000块啊。各种钱啊。直接开吗？直接开啊！现在小龙根本没伤害啊。来吧啊！他们要推中哦，赶紧！阿哥。我们要。能改一个神拉吗？我先拿个红吗？石头人，我现在可以去拿红啊！石头人上去了，啊，他有 TP， 好痛哦！还有耳语哈，怎么能不痛？你啊，我的红怎么不见了？是哎，我的红 buff 怎么不见了？对面的BBQ 哦，哎，不要吵吧，一起来被打嘴炮。打嘴炮、哦！好，我先去烈火战车一下。你要出火斗？哎，放心啦，很猛的。又出火斗？你要出蓝盾、哦？可以啊，对面物理很多啊，出个火斗。出蓝盾比较好吧？蓝盾强多了。我也觉得要出蓝盾。你到心理者就是让别人追不到他。你好烦哎、欸，每一次被拆了。出完每一只英雄只出一个装备哦。他们吃八龙了啦，还压中，赶快过去哦，龙女，我觉得我被撞，干龙女。我也很怕，不是跟人家怕。他们吃。没有，跪一下，小心，石头人。还有那个，他们都短了。哦，我碰到了。我们下路是推的，他们不过去，我们就拖住啊。所以我才是被压中啊。
他装备一个棒就 GG 了。啊，我们推中啊，他们居然下面啊。下路。很难靠近，一德有够痛的。哎，上路为什么那种塔就推掉啊？不推，他很碍眼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来过来干来干去。你都退了？上路兵线要过来了。没有，哎，我不知道要怎么打、啊。谁知道哎？就等神锅啊。上路先推过去啊！上路，哎，可以推一下上路、啊。我回家买个冰杖啊。还不能买差，差五十块。哎、欸，给我大狼，给我大狼，我差点钱。OK。哎呀，别，好危险的，你是。哦，我的那个先知没了。弟弟回家。有了。哦，就踩我的手。不行，他们家一直拔眼，不是办法、啊，必须要找缺打啦。找缺口哦，差五百反甲。你要挤啊？那你差五百什么？五百反甲。反甲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真的好专业哦、喔！可是我觉得你出不到反甲，因为我们没有视野啦。这个随时被石头人开就 GG 啊！劫后石头人一开，马上 BBQ 啊！要不要我来开？不要！我上路再带一波。你会被。我们赢兵线就好了哦、喔。一泽，等突然一泽要出三下还是兵线？不是，你现在在带兵线，你觉得你带得很舒服啊？我就跟你说，现在没有人失误啊！等到那个石头人一撞过来，一有人失误，马上八龙不是掉八龙，掉中塔、啊。哦，我好了，我来了，他来开了，他们要开，他们已经要打，赶紧过来，你别再反甲了，哎、欸，他们拉一个，侧面拉一个，侧面神功，啊，拉一个，哎呀，不中，来吧，泪射神啦，哎、欸，截到我了。你们都帮他抓痒哦！哦，这个 combo， 这个 combo 有点神。哎、欸，那个杰米好大，石头人超级硬 ，A 不动。拉打一下，哦，好猛的龙女哦，一个坦全部哎。推一下那个杰米好大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还要打哦？怎么还要打哦？是啊，我的血量很陡啊。对，没 A G 哎，不打。有还有杰啊？杰没有大。还有杰、啊、哦，靠腰没顶到光盾。白痴哦，那个劫匪跟猪一样，怎么打、啊？你有没有大 啊？到底有没有观念啊？劫就他天生技就很强啊，血量少，劫那个血量半条，你以为很少、哦？一套我就出去了。但我没骗你，我刚刚捡到光盾也是死啊，你以为点个光盾两三百点伤害可以挡成怎样子？不行啊，那石头人太干，你以前就是这样脑充，你又没大，你自己也软的要死。不是我啊，装的不是我啊。哦，林一杰好饿哦。哎、欸，刚我已经跟尾鱼抓掉 AD 了、欸。小鱼你怎么不说话、啊？我还带着三个人跑。我被抓掉 AD， 我被杰哥。我觉得你超级猛，因为我跟那个小鱼鸡跟那个小鱼哥三个人打石头人打了二十秒左右，那石头人超级硬。没有啊，小鸡不能打那个石头人哦。小鸡就是脑子、啊、就不知道在干嘛没。刚去想追那个 AD， 我跟你讲，尾鱼，你等等不要再乱走了，你就跟我一起走。那石头人只有物防而已，你打他超级痛。我不能打石头人啊，我一定要留招给 AD 啊。我不，你留大招给 AD 就好，你小招随便的、啊。同学，我一个大秒掉，一个大沉默没，他就跑走了。哎、欸，这里啊，这里他们要拆啦。我们要抢红路、哦。我在推上路啊！你们要打了吗？要打，我可以抓他、啊。好啦、啊，我来。神手。我没有魔，我剩。等一下啦、上路你推，你来推上，我要吃红啊！你来推上啊！推得快。对没？就我被堵死。上路来推。我要抓人啦、啊！哎、欸，他们，哎、欸，抓一个，神抓一个。哎、欸，石头人，抓到了。啊！他掉下去了！哎、欸，赶快去打石头！我现在有耳语，打他会痛。哎，先跳墙！啊！石头怎么会痛？你的攻速被缓到零点几了，痛的吧？啊、哦！不行！我没有魔！哎、欸，打鸡鸡！哇！这 AD 直接给人抓掉。啊，龙影，该神一下了。
啊、好了，来吧。我失误了，我闪现卡墙了哦，那个好烦哦。好啦，干，还没起来。比赛要开始哎、欸。比赛开始。哦，我闪现卡墙了。现在已经没得打，这前还有复活甲要打是吧？不吃了，好暗哦。你也不能喷我什么闪现卡墙啊，那个。没有人喷你啊、那个！是你自己说的。我都不知道你在干嘛哎、欸，那都已经一定要打了，你们都不在旁边。有我打了、啊，我已经，我跟龙，我跟龙女跟，只有龙女打在旁边，然后改运哥在比较上面一点。那个新吉德跟那个维克都在干嘛？你在干嘛喝水哦？啊、我跟龙女跟维新吉德都在这边，好不好？不要再嘴炮了。我就看那个石头人直接撞我，乌迪尔直接冲我，然后那个杰要挂了我一个闪现卡枪，我就死了。哎、欸，你刚才被撞，我四个人把全部人带到这边呢、欸。有我有看到你啊，我就没有说你啊，我有看到你啊，我看到你很神猛啊。你问杰西卡，我有没有在他旁边啊？反正我只知道我们的 AD 太烂了。那个一瞬间就被秒杀。我干，就闪现卡墙失误呗。没有，你有闪现，为什么你不躲石头人大招？我操！我看到一个大招我就躲，他根本没有伤害我，躲他大招干嘛？你有病哦！他是大招撞起来我，然后乌迪尔跟他跟杰慢慢从后面来。你要玩 AD， 常常都是要这样，欸、常常躲石头人大。这个杰好像该不会要出神圣之剑吧？略拆装备哦。不是啊，杰出神圣之剑其实蛮猛的，三下很。哎，阿到谁就死啊！包括新一的，一点就是要直接死。哇，塔下能搞一个他啊！石头超级硬的，不行啊！我现在没有闪现啊，这个杰抓我就爆了。五点也超硬。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！他撞我啊！后面有石头了，野火战车！哎、欸，那高高高高高，那个应该可以退掉，好像不行。感觉不太 OK 啊，杰哥。哎、欸，杰没大了吗？杰没有复活甲，也没有大。OK， 我们退、欸、我们退一个。你要小心，他大。这有抓到了。哎、欸，他大 CD 上。你逼他。那赶紧跟你打命，你不要让回家，你不要让回家，你就一直往那边走，不要让回家就对了。我们闹他一下，闹他一下，一个神拉，他应该在里面，他应该在里面。看到？他躲在上面，赶快拉一下，不要让回家。在找啊！啊！哎、欸，打！你跑哪里？哎、欸，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你要去哪里？你他妈低能哦！哎、欸，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不，你要去哪里？哎、欸，我让杰不能回家，你们不是啊？他不抬人，抬了那个屋顶就死了。到底怎么了？哎、欸，下路哎、欸，不要那么贪吃啊！我要出红双刀啊！我出了红双刀，我就是神啊！我要出冰人啊！他好了，你赶紧吃个蓝 buff 啊！不是说要出电刀了吗？哎、欸，霸王放眼，霸王放眼，还没有那么快。啊出了收封剑哦！你玩战狗你不计时间哦！你那个位置没问题吗？谁？你呀、啊！哦有点奇怪了。维克特，救一下维克特！啊死了！哦打被抢了。就变成你那个位置没问题吗？非常牛！是有一个人啊。啊！没差，也没有巴龙啊，就是一个头而已。是啊。你有博、哦。哎、欸，没、欸、哎，这边没有眼，你看走到这边，你也是奇才。反正别人输了，他就一直嘴，自己输就嬉皮笑脸大。也是消耗对面的一个 TP 啊，你不要喷啊，消耗对面的一个 TP 啊。哦，原来我不知道一开场没看到有 TP 哦。这边啊，哦，好的，在啊。什么现在 TP 有什么差哦、啊？哎、欸，差两百块，差两少。哎、欸，兵给我差两百块金人，差两百块金人。全部外塔都给人推掉了，什么 TP？ 哎，不要吵了。直接五格脸上哦！你可以闭嘴啊！你又暴露了，小弟。一直在那边嘴来嘴去，又不是赛评。
你平常没嘴炮用？你没有嘴炮过？差一百块，差一百块，经典啦！受不了，可以嘴别人，不给人嘴哦。啊，该闭嘴的时候就闭嘴。等我啊！我看现在这队只有我是输出啊，那个尾鱼也是烂到破表啊。我也是烂到破表，大面积。尾鱼可不可以出金人了？你先回去出啊，没有巴龙啊。他七十块啊！啊，赶紧尾鱼赚一下，快点快点。给个两只兵就有啦。等尾鱼金人再打、啊。赶快开个技能啊！我先回，先回，先回，我拖。先回去出啊！先回去出啊！巴龙没那么快。剩下的人不要走啊！你们要走去哪里？哎，神探！不要打！来，我来，我手枪，我手枪，我手枪远。跳！哦！尾鱼好猛哦！尾鱼，嘿！哎，下路下路下路带一下，下路带一下。你带你带，我推中。帮我推上。你怎么推？就好了。我有啊，我有啊。哎，四十秒摸到制作应该不是问题吧？四十秒。那下一个，等一下巴龙要升了。你们摸掉嘛？对啊。还有其他人可以守啊，巴龙应该差不多。这三十几秒什么也推掉了。可以啊，二十秒绝对可以啊，推掉再回家都来得及。好慢哦！哎、欸，巴龙什么时候啊？巴龙就不知道，一定快了，一分钟以内一定出，一分钟以内。反正现在就是守巴龙就对了，我先把下路带一波，然后我们就守巴龙。我塔勒一定赢。塔勒我的啊，差点偏塔，那个伊利给我的偏塔。哎、欸，巴龙错，巴龙错。没办法、啊，我刚才在连伊利啊。开心，他们直冲好像。伊利，他们要直冲吗？没有吧，伊利没过去啊。哎、欸，他们到底有没有直冲？守巴龙。我就是黏着伊利就对了。巴龙，我现在全程误防。哎、欸，他们过去了。也超级。我讲对面有两个坦，我讲这场绝对不能打坦。石头人跟这、那个，放个眼，就跟我让我跟小鸡哥共振一下。小鸡鸡，你跟那个你跟那个龙女就冲对面的后排，然后我跟尾鱼就杀对面的前排，因为对面的杰一定会冲起来。反正不管怎么样就，大绝五秒等等啊，大绝十秒。到啊，不要急啊，你不要每次都这样子啊，谁闪现？二 B 哦，直接六秒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拉开，不要急，我没。截在后面，截在后面，截在后面。哎，是，他妈的，截在后面啊！操你的，跟你说截在后面，你不听哦。啊，台地表演嘛，啊，完蛋，都台前。行啊 ，AD 刚那个位置打不到。啊、我刚残血。啊，弟弟。弟弟啊。好像不会、欸。掉中路吧，中路一定全掉，四十秒。GG、哦、不可能啊，中路一定掉。就有可能 GG 哎、欸。我感觉 GG 二十秒可以。哎、欸，感觉好像 GG 哎、欸。啊 ，GG。哎、欸，他们怎么了？二号，他们要给机会我们略一下。哎、欸欸，他们推不完，至少可以，摸两塔吧。对啊，哎、欸，那我们还有机会啊，他们二了。给机会我们。哎、欸，他们会被巴龙。赶快给我，赶快让我撞巴龙，赶快让我撞个 GA 啊！复活直接巴龙，复活直接巴龙。来不及，都没到了。不要再做梦了，我们同一时间死了，你在复活直接巴龙，你要复活去哪里啊？赶快守塔啦！怎么可能不要守？对面。不可能啊，这个不可能复活直接巴龙了。他们跟我们同一时间复活了，讲是巴龙。守巴龙。我说伊利他们不、欸、把钱给我，把钱给我，我要出 GA 啊！把钱给我，我帮你吃啊！啊我，快帮我！哥现在啊，我上700块，我上700块，哥要 GA， 哥要 GA。视野重要，视野。哎哎，是啊。不要再鬼叫了！我们这个巴龙一定要守，守不住就 GG。哎，这杰没有复活甲的，我们这一次应该有的拼了。不要让杰抓我，你们就先把杰秒掉。带中兵线，抓到了，宝贝，开打，哎，怎么抓到了？哎，切开了。
哎、欸，他只抓到一个机器人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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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他死了。不要管龙女，不要管龙女。那截，守住，守住。他踩到我夹子，我还是死了，操！他们就抓你啊！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没有，他刚刚踩到我夹子了、啊，我要把他 A 死的话，我就不用死了。可是我走位有点失，我 A 往前点，然后点到那个不知道。你每一次也输了，没关系了。是小事，表现不错啦。哪一输输的，没关系啊。那个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下路给我，下路给我，让他慢慢推进来，我复活正好可以吃到。哎，那个尾鱼，你先清好了，我只差一百块，我等等出来再算一下。留一点给你啊。不用啦，我等等吃个红也差不多。好吧。哎、欸，留点给我，留点给我，后面一波，对对，这波给我，这波给我，这波给我。乱了。哎，那个，哎、欸，杰西卡，你拿红啊，你拿红定人比较有用啊。哦、我现在根本，我看他们抓我拿红也没用啊。你就拿红定人啊，你比较有用。好，我出绝，我出绝。那个一。哎、欸，退点，退点。哦，伊利好值。等，他们在这边等，你们看到？他妈过来了，他们可能要死。不行啊，没有眼了、啊，没有眼，必须要过去了。改运哥先过去啊！我都跟上两位，你死了没关系啊，你随便弄一下。好。没事，开始吃啊！哎、欸，杀他！哎、欸，靠你啊！啊，没想到。哥他了，封死他了。哎、欸，劫！OK， 哦，还有 GA 呀，几只？啊 ！What the fuck is this？ 要喷塔！耶，他们给了 EZ 耶！啊 ！GG！ 几只？GG这场是我玩的不好。哦，尾鱼根本就垃圾啊！我尾鱼踩到尾鱼头上，这 AD 的输出伤害，这 AD 的输出伤害，我怎么输出？我每次被秒，我要输出个毛哦！哎、欸，刚刚那个回答，不是我真的不懂，那个石头的物防470多，他一直跟老旁边一直还我定我粘我什么的，我要怎么打？你就玩 AP， 你就把他杀掉，然后变成薄皮，我就一个一个 A 死了。你一定要重新抓这边后排，然后你又抓不到，你有没有玩 AP 啊 ？AP 不是说一定要抓这边后排才叫 AP 好不好？好，看比赛，看比赛，烂到破表。大家开始了，选完角了吗？看比赛啦，都被拿手杀了。哪一队被手杀？